火车站。Welcome to the train station. 火车出发，进站啦。上电梯，上来啦，下坡喽。来货舱载货，接到货物啦，让翻斗车出发去把货物载走吧。过红绿灯，还有一个，把货物放到车厢里，出发啦。翻斗车来到了警察局，搭电梯，下坡，过圆盘，翻斗车怎么把货物卸在这里呀？等等啊，翻斗车，你不可以走。糟糕，有一辆赛车来了，翻斗车的货物还堵在圆盘呢，赛车先别走啊。哦，撞车了，消防车来了，快开始灭火吧。火扑灭了，警车要去抓翻斗车了，在这里，让警车把它带回警局去。让翻斗车先进去好好反省一下吧。警车在这里看守。哦，赛车还在冒烟呢，快去维修站吧。开始维修。好了，再加点油。回到起点，准备比赛哦。呜，二号赛车手就位。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出发。赛车手获胜啦，颁发奖杯，恭喜他。